Hello， 大家好，翻到嚟 Pokemon 嘅鬼耀之影系啦。咁上次讲到咧，打完呢一个嘅火山嘅熔岩队啦，然之后咧就要打火系道馆嘅，系啦，我哋即刻嚟啦，火系道馆，好 ，OK， 火系道馆呢、這个佢冇改到，应该都系一样嘅路线啦吓，同埋佢系火系喎，我一落雨佢咪玩完，我一落雨佢真系玩完噶咯。我一个天机令就真系冇得玩噶啦，对面。好，呢度厌烦，哇，竟然系嗰、那个啊，唔系佢得保护色呢个特性嘅，系啊，记错咗。OK， 或者另一个就系变幻自如咯，好 ，OK， 顺利去到馆主前啦。咁我哋先用一个正常嘅版本，亦即系唔用任何落雨嘅效果，就嚟到打呢、這、一个。哇，其实都唔难打喎，30 level 我40几 level 点解？我40 level 喎，我43 level 煤炭龟咁啊，哇，放咗太阳，其实有啲麻烦，放咗太阳嘅话就会学人过热，再来一次，啊，逼佢系咁用过热，哇，但我冇重喎，大镬啦，喂，唔得喎，过热好劲喎。最麻烦头先扣咗血啊，最烦就系呢一样嘢。佢个熔岩身，佢个火焰身躯，啊唔中啊冇事嘅。喺度我哋用嘅系配合印啦，都系过热冇问题。报复啊，报复！点解佢会快过我嘅煤炭龟？没有命中，有啲奇怪，佢竟然快得过我系咩回事？缠绕，圆筒。泰山鴨頂呢度贏唔到啦，鴨石係嘛？好似係超夢夢碎岩。我呢招技係後制嘅，原來唔怪之係慢過佢啦。我就諗佢點解咁鬼慢黐線。OK， 有機會嘅都嚇贏咗啦。OK， 搞掂。佢招技能又冇写喎，佢招技能又冇写后制，我又唔记得咗，所以格斗系呢一招系后制，所以先慢过只龟。啊，原本系应该快过佢嘅。OK， 我哋成功打赢咗呢个火系道馆啦。其实如果可以嘅话，我都唔想净系用水主打，感觉大家应该会睇到好闷。啊，先，我哋依家应该系去第五个道馆系咪？系第五个道馆，亦即系普通系道馆啦。我哋先打晒佢啲道馆训练家先。会唔会唔够打呢？哇！哇，佢用自由落体啊，真系歪咗位，哇！又自由落体，黐线！自由落体呢招技能之前咧都俾人禁用啊，因为太屈机啦，啊，即系佢一定可以捉到人上天，即系如果系双打嘅情况下系点样啊？系一定可以令到其中一只咧就。进入战斗系啊，即系捉走佢，系啊，做一个干扰嘅行动咯。但系依家得唔得咧？我唔记得，好似冇咗啦，系嘛？而家摇晃舞，黐线真气拳，我只雀完全冇用啊！只雀连 level 都升唔到啊！啲神奇糖果系咪呢个时候用？佢专登将个学习装置个分成咧搞到劲差，波波球。写身哇，乜嘢写身状，一嘢怼埋嚟，背后人升唔到你，好难升你啊！我哋尽量啦吓，尽量睇下有冇啲哇40 level 嘅，点解你系渴望格斗技？背后人啲 level 真系升得好慢，唔系讲笑。你睇下我而家啲精灵咧，连20 level 都未到，超梦一招技都冇。佢嘅数值系好靓啊，但系好唔系？点解个防御得19咁少嘅？加特防减物防，佢虽然攻击特攻速度好高，但系佢嘅防御劲差。有乜装甲超梦梦咁废嘅啲防御？装 甲型唔系应该劲啲嘅咩？佢个防御系？一击必杀房间系咪咩啊？啊系啊，请教我，非常唔够快，贝海印喺度，
近身拳击，黐线，会去啊？得，有够难打呢度都。OK， 仲冇啲训练噶，恢复房间。喂，换一换重啦，换一换呢只，然之后再换只水系嚟帮我升呢啦，唯有咁样。双倍重环，一击必杀房间啊，打咗啦，跟住管主啦，我望望管主系用啲咩精灵啦。咁佢最出名就有只请假王喺度嘅，又摇火舞，幻象光线，哇，劲快佢只放放班。直冲红，应该又唔够佢快啦，真系唔得啊！啲虫太渣，啲虫太渣，同埋佢升呢真系好辛苦啊，赢唔到啊！我谂可能要真系升一升呢先。好啦，咁咧大概打咗一阵间呢一个嘅训练家之后咧，咁啊大概升个都唔系好高咧，因为呢度升咧好似好辛苦咁啊，都有啲辛苦打呢个野生嘅训练，一野生嘅精灵嘅话。咁依家超夢夢廿一咧都係乜都冇啦，然之後呢只雀就35咧，其他都係接近20咧左右啦，係啦。咁然後我就發現到一啲好有趣嘅嘢嘅，係啦。咁就呢一度咧雙打咧後面有條路嘅，所以我就想上去睇下係咩嚟嘅。好，咁啊佢應該就係雙打啦，所以我哋帶兩隻精靈啦。OK， 係啦。咁啊碎岩打呢只啦，小池鬼應該冇技嘅，據上次嘅了解係啦，掙扎咁就冇技能啦。OK。佢会唔会离开嘅？喂，佢唔会走开嘅。OK， 佢唔会走开嘅。嗱，呢度有幻影之塔，你可以上去睇下。但系幻影之塔好似要单车，我未拎。佢唔走啊，真系。咁好，我哋入幻影之塔睇下啦。咁呢度啲嘢都，哎，用错技能，都唔系啲咩劲嘢噶啦，佢哋都系啲渣嘢嚟嘅。我见到有游机拉啦，啊冇单车过唔到呢度。咦，行开咗咯，我哋上去睇下有啲咩特别呢度。通去边度噶呢条路系？冇用嘅呢条路，整出嚟 fit 我有咩用啊？呢条路冇地方去喎，之前系冇呢条路嘅。另外我发现咧，佢呢个位置都系有个精灵球。但我未有游水啦，要打完、普通系道馆先得，所以我哋依家翻去打啦可以。好啦，我哋翻嚟啦，依家就试下打埋呢啲佢啦。猫油斩用剑舞，我哋飞翔吓 ，OK 得，竟然系咁剑舞，黐线嘅啲嘢。好嚟啦，咁啊打呢个馆主啦，先用。燕返先，遥火舞我哋再用燕返，跟住飞翔，哎，解除咗混乱，直冲红，直冲红我哋用超梦梦，跟住用碎岩，哇，佢个劈开，劈咗我劲多血，好，出大嘴雀嚟度，鬼雀，哦，输啦，输啦，应该用衣背出嚟圆同先，跟住再用大剑鬼嘅配合人。请假王到啦，呢、這个时候我哋用配合人眼餐，眼餐我哋用再来一次。吓、啊，点解呢度？因为佢偷懒，所以唔可以用再来一次啊。咁应该呢个时候用啊。啊，咁呢个时候佢就会变咗用眼餐啦，下一环。但我都会死啦，低能死咗啦咁就。其实呢个开始已经好难打，呢个放放班，因为佢个混乱冇。好难处理，直冲红我哋用衣背出嚟，用圆红啦，跟住再用大剑鬼嘅报复啦，请阿王报复，跟住用贝壳人，跟住佢应该会用食药，我哋用贝壳人咧，系我都估到噶，呢度佢应该会直接打嚟报复啦，咦唔系喎，冇中到贝壳人，得，啊仲有呢只嘢系噶 ，mega 进化。唔系啊，你识咩噶？进化咁好难赢喎，唔得啦，我哋要用最强嘅武器，最强嘅神器落雨啦，降雨、啊、其实就算唔落雨，我哋落雪都得嘅，系啦。
大家一齐烧伤嘅冇问题，大家一齐落冰嘅冇问题。水落瞓先，再配个人得，跟住换一换重先。直冲我哋用伊贝嘅圆筒降对面嘅攻击啦，跟住再用大剑鬼嘅配合人，再水流喷射 ，OK。跟住青甲王咧就快过我哋用报复啦，跟住下一弯用配合人，呢度佢会食药，下一弯佢再瞓，我哋用配合人。呢、這个时候我哋用水流喷射，睇可唔可以一下收走佢啦，争啲唔紧要。其实我可以食药噶，我啱先醒起，其实我可以食药噶。我啱先醒起，记得呢一样嘢，铁甲超梦梦啦，咬碎，影子偷袭打唔中佢啦，缠绕啦，迷魂拳，赢唔到佢呢只，佢真系都系扣两下佢嗰个 mega 进化咗之后嘅特性 ，call 到个仔出嚟打交。点玩呢？呢度应该可以。报复啦你，跟住水流喷射，配合人。直冲我哋直接打啦，一系。我哋换啲嘢出嚟先，换啲嘢出嚟死。跟住再用大剑鬼嘅配合人。哇，复古啊，咁大胆。好，佢用抢甲王我哋报复啦。跟住用背壳印，背壳印打唔死，背壳印啦，继续背壳印，得打死啦。呢个代落我哋用伊贝先，跟住用圆筒降佢攻击力，跟住再用只雀嘅飞翔，哇，好痛喎！佢招空元气，哇，一下爆死咗。我哋系时候用啲。冒少少嘅做法啦，我哋买啲强化剂，我哋买呢一个攻击提升应该 OK 啊。其实最主要系速度问题，速度问题，我哋买速度同买啲攻击，呢个啦，买啲呢个用啦。其实买呢啲都嘥好多钱，要用好多钱咯买呢啲，跟住买牛奶，牛奶平好多 ，OK 得啦。再嚟，今次赢紧啦。靠肉嘅训练家系永远都唔会输嘅，各位。攻击提升两下，当用咗两下龙武嘅，而家系。好，跟住咧就用牛奶，再用万能药，跟住再用贝壳人，应该就可以全部秒晒嘅，因为我有两级攻啦，然之后再加落雨，一中咗就基本上赢硬。哇，竟然打唔死你，好嘢！咁呢隻都未必打死喎，如果两级打唔死，请甲王。我觉得呢隻都打唔死，要两级攻。系啦，迷魂拳一夜晕咗，一夜傻咗只虫。呢隻啦，跟住我哋用飞翔。哇，都打唔赢喎，三级，诶两级攻都要三级喎，稳阵啲，真麻烦。三级攻，两级速，呢啲真系太屈机啦！呢啲道具，跟住饮奶，靠肉嘅训练师，太聪明啦！咁呢个应该都会死啦，三级攻，喂又唔死，你过分得滞，哇真系唔死嘅，水流喷射。哇，都唔死啊，好嘢喎，真系有啲慢料喎，三级攻都打唔死佢。系最尾系只雀打赢，只雀竟然可以挨到一下，好。虽然系靠弱咁样赢咗啦，但系都系赢咗，同埋系难打啦。开始系我唔知系对面，即系对面嘅阵容虽然系劲啦，但系我嘅精灵即系我升呢个阶段好似好困难咁。系咯，但系剑鬼45咧，跟住其他都系得20咧。佢学习装置嗰个效率咧，真系有啲低。有机会佢系将嗰个分成降低咗，然之后提高嗰、那个即系难易度啦。佢嗰个学水技嘅超梦梦，喂学先，超梦梦学水技 OK 嘅，会唔会超梦梦系变咗咩？
超模模系变咗工具虫，而家已经有碎岩啦。好啦，我哋可以离开呢个鬼地方。呢度上面系有啲石围住咗嘅，呢个咩嚟嘅？神奇糖果呀！我仲系围住咁特别嘅系乜鬼嘢？原来哇，42 layer，我可以喺度升 layer 咁样。但好似唔够佢打，都打得到嘅。OK， 诶、欸，呢度可以升 layer 用嚟有回血呢招，好麻烦。佢自己学咗招飞翔之后冇得 delete 佢。哎呀！唔心撳走咗去阿里多斯進化，16 layer，點解嗰度咁高咧嘅？40 layer嘅長次，嗰只名大嘴歐。好，鐵船呢度咧就係發電廠嗰個嘅任務啦，但系我哋唔太急住去做嘅，我比較想係快啲揾到下一個板木，睇下有啲咩嘢俾我。嗯？有拉蒂歐斯喺上面。哇，70 layer鲤鱼王啊！喂，会唔会打死我啊？70 layer鲤鱼王啊 ，OK， 惊一惊啊，大佬，焕然一身唔要啦，元禄沙 ，OK， 正常嘅，正常嘅伤害，正常嘅 level， 呢只嘢系做乜鬼嘢啊 ？Mega 手环呢个系 ，OK， 所以我可以 Mega 啦 ，OK。呢度38 layer啊，升 layer 好地方呢个位系光墙，哇冇啊 ，OK， 翻回血先。好，沿住呢条路上去睇下见唔见到板木啦又。点解会50 layer嘅鹤骨岩咧？呢度都改过嚟喎，中间我记得冇呢啲绿色嘢嘅。我以为见到板木唔系，呢个应该都唔会系啦。啊，呢啲训练家嚟。液态尾巴咁啊，液态尾巴就唔用啦。液态尾巴呢啲太低命中啦。虽然而家呢招配合人都系配合人厌烦。好，仲未见到板木。派拉斯布火，水流喷射。仲有一隻大隻嗰一隻，我記得。懶人翁，轉一轉重啦，要轉只雀先，行出面嗰條路。咦，可唔使打？板木嚟啦！治愈聖水，喂，聽落係啲草，哇，呢個勁嘢喎！回复所有状态同埋回血，喂，呢个神器嚟啦，真系，系好真系回晒，哇！呢个其实系咪一个新手 game 嚟？其实俾你体验下 Pokemon 究竟系一个咩回事？但系唔系都难打嘅，其实唔易打嘅，你唔清楚嗰啲属性 Mega 嗰啲嘢，你系唔会打得赢。第五个道馆嘅，系啊，第五个道馆识 Mega 嘅。不过如果靠 level 压制系做到嘅，都做到嘅，或者捉嗰啲45 layer嗰啲超古代精灵咯，我谂都有机会赢，唔难啦。阿里多斯，疯狂乱爪唔要啦，疯狂乱爪喺嗰啲无印篇嘅动画听得多，但系通常咧系绝对唔会见人用嘅，系啦，我未见过有人用疯狂乱爪打啲咩 WiFi battle， 未曾见过。我喺任天堂喺呢方面应该要，即系呢个 GF 啊，嗰啲 GameFat 呢一个 Pokemon 社咧，应该系要执一执呢啲技能，系啦，唔应该啲技能咧，全部都系统一划一，咦，储水嚟噶，转重啦，冇，唔应该大部分嘅技能咧都系，即系都系用死同一款，系啦，依家真系全部都系用死同一款啊，譬如水系攻击物攻虫物攻嘅技能，一定系攀瀑布嘅，系啦。一定系攀瀑布，跟住仲有特攻嘅，一定系高压水炮啦，即系呢一个水泵或者叫水炮啦。火系就一定系过热或者系大自烧系啦，喷射火焰呢啲啦，跟住双打或者热风啦，你见唔到其他嘅系啦，其他啲冇人用，系好惨。不过相信 Pokemon 应该都唔会去搞呢啲嘢嘅，佢哋觉得呢啲感觉上佢唔会去搞，佢唔会嘥时间去搞，我觉得。
但如果有做到嘅话，我觉得会加分咯呢度。啊，讲讲下俾佢打爆嗰啲配合人，奇得治愈圣水，哇，犀利呢个圣水，太好玩啦呢个 game。逐步击破呢啲技能又系比较少人用，食药。佢呢个南鳄呢度大令鳄呢个都改过嚟系啦，唔会系大令鳄嘅呢个位置。转反，哇黐线，有啲痛哦、啊！我呢个时候可唔可以用呢个药？唔得。呢、這个药只可以出面用，好似赢唔到啊！呢只感觉上好似赢唔到啊！等我执位先，逐步击破。佢呢个系无视咩变化噶，但系佢自己降低咗，应该照计噶嘛，系嘛？前腰毒针，前腰咪减咗佢速度，系。可能降低速度啊！哎呀，咁就蚀咗啦，咁唔应该用呢招，应该用翻桃矢。大剑鬼啦，打唔同龙水系，哎、欸，爆击，哇，佢个格斗系降系啊，佢应该用格斗系打。喂，船祸冇啦，有嘅都仲有嘅，要食药咯，食药睇下赢唔赢到咯呢度。OK， 报复，哇，争少少死，疯狂食药报复，啊，搞掂，食药流啊，系药之训练加浪，真系浪不去，继续圣水 ，OK， 好嚟啦，劲敌又嚟啦，哇，劲敌开始劲咯，五十一 level 咯，过分咗啊，呢个 level， 漂浮宝宝吹死，啲玩雀仔出嚟咬，黐线。哇，好劲喎！点赢？赢唔到喎，好似我睇唔到赢嘅可能性喎。黐线！我四廿七呢，佢五十呢嘅火系都争啲打死我。冇啦，巨沼怪仲要咩噶？进化巨沼怪呢度落个雨稳阵啲，我觉得。诶、欸，啱啱啊，唔系喎，佢落雨咪仲有着数。因为佢有隻河童喺度，咁就由佢啦。我哋仙祭之爪啦，继续搏仙祭之爪打赢佢隻小童啦。唔得，一下水泡。诶，仙祭 ，nice， 再仙祭，冇仙祭啦，唔紧要。大剑鬼水流喷射，用暗冲啊！贝可因水流喷射 ，OK， 巨沼怪伊贝啦，圆童啦，逐流大剑鬼嘅报复，报复，哇！凹痕打佢，转重阿里多斯，超梦，摸摸牛奶。贝可因，贝可因，贝可因，摸摸牛奶，贝可因，要食劲多药先赢到呢、這、一个，难打啊，难打，开始难打啦，真系要升呢啦，下一次，啊，即系打道馆之前啦，今集就打唔到道馆啦，打道馆之前我必须要揾个地方可以升到你，嗯，好，呢度就直接飞翔啦。咦，佢喂变幻自如喎，捉先啊！虽然我未必会用啦，但我想捉一捉。OK， 观察镜出咗嚟啦。最射鼠五十咧，先制咗，而家冇中到，唔通我要死喺呢一个鬼地方？得集羽毛唔好，疯狂圆筒咧，好似真系要输喎。呢只我冇忌打喎，贝可因啦，诶 ，OK， 打得痛嘅都，啊，
OK， 争啲输，好，好啦，我哋唔揾靶木啦，应该靶木都喺下一个城镇，应该就唔喺呢个城镇附近，我估系喺即系送神火山嗰个嘅城镇度啦，系啦，好啦，咁今集时间差唔多啦，望一望呢个都系冇得用，要飞翻去以前第一个道馆先可以用到嗰个商店，好啦，咁今集时间嚟到呢度先，我哋下集继续呢一个看似简单但系有少少困难嘅 Pokemon 嘅苦要之形，系咁先，拜拜。